第八讲，苏轼词。苏轼是这个北宋词坛非常重要的词人。我们先介绍一下他的生平。苏轼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梅州眉山人，就是现在四川省的梅州市人。宋仁宗嘉佑二年登进士第，而且是和他的弟弟苏辙同一榜，而他们的录取老师呢，就是欧阳修。欧阳修在同一天录取了他们兄弟两个。大家看看他们两个人，他和他的两弟弟啊，在同一年中进士，而这个时候苏轼的虚龄是21岁，所以这在当时来讲是一件盛事。后来苏轼又中了才思兼茂名于体用科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宋代的考试啊，它分两种，一种是常科，一种是制科。常科就是常规性的考试，像进士科啊，就是常规性的考试。才思兼茂名于体用科呢，它叫制科，它是由皇帝临时决定的，它不是常规性的。然后再受大理评事，迁啊凤翔府判官。关于苏轼的政治态度问题有许多的争论，有人说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，有人又说他爷爷主张改革。其实在我看来，苏轼应该属于温和的改良主义者。他一方面不赞成王安石的那种急剧的变革，但是他也不满意司马光等人的因循守旧。所以在王安石的西宁变法期间，由于与王安石政见不合，所以他自请外任，就不希望能够留在京城做官，希望能够做一个地方官。他在西宁四年做杭州通判，就杭州府的秘书长这一类的官。西宁七年的时候至密州，密州就是在现在的山东境内，在密州做知州。元丰二年的时候遭遇乌台诗案。什么是乌台诗案呢？就是苏轼因为长期在基层工作，他了解王安石的变法那些措施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流弊，所以他就用自己的作品来加以反映。比方说啊，举个例子，在王安石变法的诸多的内容当中，有一项叫青苗法。青苗啊，苗就是禾苗的苗嘛，青苗法。这个青苗法的内容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讲的农业贷款。每年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，由政府向农民提供贷款，农民用那个钱去买种子、农具、耕牛，度过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。然后呢，这个到了秋天的时候，再向政府归还本息。但是这样一个法的动机应该说是很好的，就帮助农民度过饥荒，帮助农民这个恢复和发展生产，动机是好的。但是后来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，就一刀切。所以我们说一刀切这种做法在我们中国由来已久。那一刀切还得要求所有的农民必须要买这个贷款，所有的农民都要接受这个贷款。
但是如果要是遇上旱灾、水灾或者虫灾啊，农民欠收甚至颗粒无收的时候呢，那也必须要还贷款啊，遭遇灾荒也要还贷款，这样就使得许多农民因此而破产。那怎么办呢？那些农民就干脆就不要贷款，不要你这个政府的贷款，不种地，撂荒。到了这个梅雨季节的时候啊，那些农具啊放在家里都发霉，他就是不种地，锄头啊农具上面都发霉了。苏轼因为长期在基层工作，他了解这种情况，所以他就把这些都写在自己的作品里面。其中有一个作品叫《吴中田赋叹》，吴啊就是江苏那一带嘛，吴中田赋就是说这个农夫啊，他感叹自己为什么不种地，就种地就亏本，因为你种地就必须要国家的贷款，你要国家的贷款，不管你今后是丰收了还是欠收了还是绝收了，你必须要还国家的贷款。苏轼就把类似这样的东西就写到自己的作品里面。后来苏轼的这些作品被人家收集拢来上奏朝廷，于是宋神宗啊就很生气，认为苏轼在讥讽新法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反对改革啊，就把他抓起来了，抓在御史台。汉代的御史台啊，它的门口有两棵很大的乌桕树，所以御史台又叫乌台啊。苏轼被关在御史台的时候，宋神宗曾经要处死他，要处死就是要判他死刑要处死苏轼。后来是宋神宗的母亲出来说话，保护了苏轼。宋神宗的母亲说，你难道忘记了太祖遗嘱了吗？据说宋太祖临死之前呢，有三条遗嘱。第一条遗嘱是不杀士大夫，第二条遗嘱是保护才氏子孙，因为他的江山呢，是从才氏子孙手上拿过来的嘛。第三条呢，据说是他死了之后，兄弟就是说可以把皇位传给弟弟，据说是这三条啊。那么宋神宗的母亲就跟宋神宗重申不许杀士大夫的这个遗训啊，所以尤其是像苏轼这样的人，天下名人，你如果要杀了苏轼啊，那要背千古骂名。宋神宗这次听到他母亲的话，好，不杀苏轼但是要贬官，贬在哪里呢？就贬在黄州就现在湖北的黄州市，做团练副使，本州安置就是贬官，贬为黄州团练副使，而且就安置在黄州。这个团练副使是个什么官呢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地级市的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管地方武装。但是苏轼是没有权的，他上面还有个一把手嘛，还有个团练使嘛，团练使姓马，在团练使上面还有知州，所以苏轼在那里就是一个犯人一个犯人，没有行动自由的。这就是乌台诗案，很有名的乌台诗案那么到了元佑元年，他在这个他在黄州贬官前后五年左右嘛到了元佑元年的时候，宋神宗死，他的儿子宋哲宗年幼，所以由高太后临朝执政，就是这个曾经保护了苏轼的这个高太后执政。这个人是一个保守派，所以他就辞逐新党，启用旧党王安石被罢相司马光被启用为丞相，
那么司马光执政之后，司马光做了一件什么事呢？就是凡是王安石做的事情他统统否定，他不讲是非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只要是你王绩的改革统统跟你废除，是这样一个人啊。由于他执政启用旧党，所以呢苏轼被召回啊。你看啊，除起居舍人，迁中书舍人，后来又迁翰林学士，字自诰。大家注意字自诰这个官，这个字自诰啊就是为皇帝起草文书的官啊。还有一个官叫自礼部贡举，那就是主持全国的啊进士考试，像欧阳修一样的官。这样的官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来做啊那是一件好事，因为他们可以把一些优秀的人才啊选拔上来。但是苏轼由于不满意司马光等人的意气用事，不满意司马光的全盘否定新法，他甚至给司马光写信啊，斥责司马光为司马牛啊，说这个人太倔啊，太倔。由于不满意司马光的意气用事，所以呢再次要求外放啊，七上封章，七次上奏章，希望啊要在外地做官，不愿意在天子脚下做官啊。所以说啊，那么你看在司马光执政的时候呢，他是要求外放，出资为杭州，六年之后又被召回，被召回之后然后又七上封章，然后至兖州，后来改至扬州、定州，都做地方官啊。元佑八年高太后病死啊，宋哲宗亲政。宋哲宗这个人呢，他是坚定不移的执行他父亲的改革路线，他把自己的年号取名为绍圣，就是他父亲是圣人嘛，绍就是继承嘛，继承他父亲的改革路线啊。那他做什么呢？辞逐旧党，再次启用新党。这一次对旧党的打击是很严厉的，凡是元佑年间被司马光任用过的人都被贬为元佑党人啊，而且呢立了一个很大的碑，把元佑党人的名字全部都写在了上面，叫元佑党人碑。在元佑党人碑里面就有一些很著名的人物，包括像苏门四学士当中的黄庭坚、秦观都碑上有名，还有一个人就是李清照的父亲也碑上有名啊。这就是啊启用新党啊。那启用新党，苏轼呢虽然他在旧党执政的时候他不满意司马光的那些意气用事，他要求外放，但是等到新党执政的时候，人家还是把他当旧党啊，那就贬官，贬到哪里呢？就贬惠州啊，贬惠州啊。四年以后，四年不满，三年以后再贬儋州。苏轼为什么会贬到儋州呢？也是因为写诗。因为苏轼这个人呢很旷达，走在哪里都能够随遇而安。因为当时的惠州是很落后的地方，如果是广州那就好一点啊，贵州很落后，惠州啊啊。那么他被贬到惠州的时候，他是没有行动自由的啊，他没有行动自由，偶尔才能够到罗浮山上去跟那些道士们在一起喝喝茶啊，讲一讲道啊，道士对他很友好，有时候留他住一晚上啊，这样他就写诗，其中有很有名的《荔枝叹》啊，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居杨梅次第新，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常作岭南人啊。还有白头萧散满霜风，小阁藤床寄鬓容啊，为报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轻打五更钟。因为道士对他很好啊，
他在道士那里休息的也很美，所以他早晨的时候道士怕吵醒了他，打钟还要轻轻地打，为报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轻打五更钟啊，还说不辞常作岭南人。哎，这事又传到开封，当时的宰相是张敦，福建人。张敦看了这些作品之后啊，就很生气，说苏轼在惠州过得还很快活啊，说这不行，这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，不能让他待在惠州了，再贬啊，再贬的儋州。儋州呢就是一个十分荒凉的地方，连儋州知府的那衙门都是破破烂烂的啊，知府都没有房子住。苏轼到了当地之后，然后当地老百姓跟他一块上山去砍树啊啊，然后临时给他做一个居住的地方啊，然后把这个儋州知府的破破烂烂的衙门一修，再挂一个牌子，就是现在的儋州市人民政府的牌子了啊。但是苏轼在那里仍然是很旷达的啊，仍然很旷达，他和当地老百姓呢建立很好的关系。最初他不懂得俚语，因为海南人讲俚语言，俚族的语言呢他不懂啊，是吧，这个问路都问不到。有时候出去走的时候，出去转悠的时候，就是到那个老百姓家里去转悠，回来的时候都没路了，荒凉没路，怎么办呢？他看见牛屎，那个牛拉的屎啊，沿着牛屎的那个路线就可以找回来，因为有牛拉屎，那牛肯定是要回到村里面去的嘛，是吧。而且他在那里呢和老百姓建立了很好的关系，他在那里传播文化。海南的第一个举人就是苏轼教的，在苏轼之前海南连举人都没有，不要说进士啊。所以苏轼的后来海南的第一个举人就是苏轼教出来的。苏轼在那里当地老百姓呢给了他几亩薄田，在那里边耕地边唱歌唱自己的词啊，把那个已经吃完了的椰子，把椰子汁吃完了之后，把椰子的壳挂在牛角上面边耕地边唱歌，然后用那个鞭子来敲打那个椰子。苏轼唱歌的时候，附近的农民都去围观啊，说这个人很快活啊。后来到了宋徽宗即位的时候，苏轼才御设百规啊。他本来是以为自己要终老于海南的，以为自己会死在海南，谁知道临死之前还是让他百规啊。贬到哪里呢？贬常州。据说苏轼在运河里面，苏轼坐在运河的船上的时候，沿岸有十万群众围观，十万群众围观一个61岁的老人苏轼，你看他的名气有多大，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啊啊！他自己在日记里面写，他说看杀老夫也，看杀老夫，这么多人看他，因为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嘛啊，一个很有智慧的，很有才华，也很旷达的人。苏轼在新旧两党的夹缝当中折腾了一辈子，受了许多的打击和磨难。苏轼之所以没有被贬谪而死，主要在于性情的旷达和乐观，也就是无论命运把他抛向哪里，他都能够随遇而安。所以我们认为苏轼的精神的核心的内容就是旷达二字啊，旷达。这个当然与他所接受的地域文化的影响有关。苏轼的家乡是一个道教文化很发达的地方啊，我们从李白那里就已经看到了这种道教文化对作家的影响啊。苏轼呢接受了更多的这方面的影响，虽然他的思想是多元的，有儒家的思想但是道家的思想也很重要。正是这种儒道互补的精神，形成了他的一种达观的人格，这种人格支撑了他度过了这个
多灾多难的一生。苏轼是一个魅力四射的人，一个才华盖世的人。苏轼无论是在诗还是词还是古文还是书法方面，都取得了第一流的成就。我们知道一个人一辈子如果能够在某一个方面取得第一流的成就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但是苏轼在文学艺术的诸多方面都取得了第一流的成就，比方说苏轼的诗和黄庭坚并称苏黄啊，苏轼的词呢和辛弃疾并称苏辛，苏轼的文章和欧阳修并称欧苏，苏轼的书法和米芾、蔡京啊、黄庭坚并称为苏黄米蔡。另外，苏轼的绘画也不错，绘画也不错。除了这以外，苏轼还有懂很多东西。你比方说，苏轼懂气功啊，他在他的《东坡志》里面，志林里面详细的描述了他练气功的过程。啊，因为我也懂一点气功，所以我看到这个苏轼的描述，我认为是真实的。这种体验只有懂气功的人才能看懂。啊。